户外直交椅弹起，想帮屋企天台添置新家具，唔知今年夏天有咩选择呢？今年咧就兴一啲比较鲜色嘅 outdoor furniture， 就好似我而家坐紧呢一张凳咁样。户外家私不外乎访谈、竹木之类，呢张一反传统，系由一种特制嘅直胶整成。座位部分以胶织纹理嘅直胶打造，耳框就用上 PC 料。成张凳净重 9.2kg， 轻过一个两岁 BB 啊！虽然轻身，但系直胶嘅拉力强，可以承受160kg， 两个大男人都托得住啊！至于呢个法国户外家具品牌，佢呢系列颜色缤纷嘅铝椅，系以1923年巴黎卢森堡公园入面嘅户外椅做蓝本，座位部分考虑埋人体弧度，令人坐得舒服。表层涂有抗紫外线嘅粉末，咁就更耐用啦。佢另一个系列取材自1889年嘅接凳，以涂层钢制，同样防紫外线，凳脚仲有保护胶，大风吹都唔跌啊！如果唔系太中意一啲比较颜色鲜艳嘅户外家私，我眼前呢一组比较 natural 啲嘅，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呢组 vintage 系列嘅设计蓝本，来自50-60年代嘅北欧家具，以100%可回收嘅柚木制，又啱唔啱你心水呢？Hit 一下，动全身。